小布，你快看看还有什么办法能把外面这个门打开的啊？这需要公司高层的权限卡，我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。哎呀，赶紧的赶紧的，没时间了。小七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没谁啊。你过来，我正好有事找你。哎，不行，我忙着呢。帮我一个忙行不行？干嘛？用一下你的卡。不行不行，这是我哥的资料室啊。虽然我现在顶替他做了总裁，我也不能胡乱进他的资料室啊。哎呦，求你了，就算是帮我一个忙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方飞，求你了。那也不行，你要是想进去的话，自己去找我哥，他说行就行。哎呦，算了，也不知道我现在的超能力还有没有用。小七，小七，你疯了！你不，小七，你的血怎么是蓝色的？你跟我解释清楚，你的血为什么是蓝色的？别又拿你是外星人那一套来诓我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。既然你都不信，我说了也没有用。既然你是外星人，那你总会点超能力什么的吧？对我来说，我现在仅剩的超能力就是让我保持能直立行走，不会晕倒。怎么帮你？